为什么会？你说普通话低一点吧。 周天成，加油！周天成，加油！轮番啊！轮不到了，轮不到了。我们到。发现今天头顶早上来就把人给吓死了，跳一跳，特别好，冷死了，对吧？这个地方，我来带上。 他膝盖打球，你拼打球，你拼的好一个防守，你受得了？啊啊啊！对呀，一个人。啊！山顶，要不要把望远镜借你？你看山顶，看的感觉。哇！还是这一盘。哇哇哇！太大关系了，我这边都。 说的有道理。嗯，这点绝对不少。嗯，约到就有，一枚。哇！对，有些人就放在你的脚下。哦。 不，我还有这个。你一定要买，我们先这样的。加油！昨天他还捐这么厚的。可以了。哇！ 下午是五点开始，然后下午是五点开始。哇！你的脚下十点。对，不管。五点开始。哦。嗯。就这样很丰富。真的。哦。他没有，他是二三四六。八九四。哇！哇！哇！
要是分开半天的。哇！什么时候？周五啊。那你就是你上下午都来可以吗？他没写啊，他是写的。那就是上午。是吧？里面的男选手明显的变化，上班的还是很硬。你看这边男的也。哇！昨天不是最强，昨天没有级别，不够级别打气的。昨天这个是过气的了。过气，又没有看最近昨天的比赛，可以的。昨天就过气了。你还拿了一分，去年你还不错，还拿了。原来是可以不给你拿，完全稳得很。你说谁？我保罗给了他一分。